啊，给我钱，不要找了。哦，谢谢，这是我赚的第一笔钱，太棒了。哎，是停电了吗？能不能打给老板？好像没有用啊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跳闸了！嘚啦，一下我就把我海治愈啊！哟呼，上夜班喽！今天终于上夜班了，我就是夜班之王啊！今天这个环境看上去非常的特别啊，这是在哪儿啊？好像是在一个小窗口的小卖部，专门给那些过路的路人提供一些宵夜服务。但是呢，夜班之王你们是知道的，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。我倒想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第一天，今天是我上班的第一天，好兴奋呢，好久没有上班了，哇！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吗？外面还下着小雨啊，有人吗？Hello，没有人呐、啊，这么小的窗口看上去有点可怕呀。哎，谁给我打电话了？Hello，嘿，小伙子，我是你的老板，恭喜你啊，你今天第一天来这里上班，祝你好运。你的前辈在这里干活并没有坚持多久，但我希望你能坚持下去。他曾经说，这里好像有一些异常现象，突然有一天他就不来工作了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了。哇，真的假的，老板？我有点害怕呀。他甚至在墙上留下了一些字条，不过你无视掉他们就好了。如果你在干活的时候需要配方的帮助，你可以去查看桌上的菜单。如果你需要一些食物的话，储藏室里面就有。你下班时间是在晚上12点。出门的时候不用忘记锁门哦。哦，就这样啊。啊，晚上12点下班呢？啊，我来看看呀、啊。哦，只有把小刀，这是怎么用啊？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哦，这刀怎么回事啊？小鱼飞刀。嚯！哎，等一下，我能不能戳它？biu。哦，be careful，小心点。哎，那我的刀呢？那我的刀去哪里了？啊，我没有刀了，这还有其他刀吗？嘿，我曾经没有见过你啊，你一定是新来的吧？我通常不会晚上出门，但是现在我很饿，给我一些没有添加任何小料的热狗怎么样？没有添加任何小料的热狗，好吧，怎么做？我来看一下菜单啊，热狗的做法是香肠加面包就好了。OK，所以我该怎么搞呢？这是面包。放到这儿吧，然后热狗呢？热狗在哪里？哦，这个冰箱里面应该有吧？啤酒好像没有什么用啊。老板没有看到吧？OK，热狗呢？哦，这什么？仓库里面好多东西哦，但里面有热狗吗？哦，热狗在这儿啊，可是我得撕开它的包装袋呀。小刀可以撕吗？用小刀。喂、哎，哇！哎，这热狗是自动吸附上去了吗？好了，给你。Oh yeah，哦，肉是生的，没煮过。啊，我给忘了，还有烤香肠，我是不是可以多做几个？多做几个烤肠，这样的话，下一个客人来，我直接上了。我真是个大聪明。哦，哟，这是焦了吗？啊，应该没事吧？OK，yeah，给你。肉煮过了。嘿，你这个人真难伺候。哎呀，不小心掉地上了，擦一擦应该没事吧？这会儿可以了吧？啊，给你。哦，非常感谢你，看上去很好吃。啊，给我钱，不要找了。哦，谢谢，这是我赚的第一笔钱，太棒了。哎，不是吧？哦，等一下，这是前辈的纸条吗？他每晚在跟踪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谁？前辈留下的警告字条，谁在跟踪他？哪个变态？是停电了吗？能不能打给老板？好像没有用啊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跳闸了。啊，跳闸了。那是谁啊？
怎么有个人影从这边倒下来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不可能吧，夜班之王不可能被东西吓到的。哇，这里的刀是无限的。哇，无限刀啊，这里我能不能把整个房间都插满刀啊？作为夜班之王，如果有任何东西想要侵害我的话，他看见我这里有那么多的刀，他一定吓死了，这辈子不愁刀用了。我的天，哦，怕不怕？啊，那个谁，小黑子啊，啊，要吃点什么呢？给我一些芝士八嘎。他说一个芝士八嘎，芝士八嘎怎么做呀？芝士呢？芝士在哪儿呢？芝士，这有芝士吗？哦，不过还要去冰箱拿吧。哦，芝士在这儿，墙上随便拔一把刀出来。OK， 嘿，我的刀技怎么样，小伙子？biu， 哎，哦，我以为插到他身上去了，那刀去哪里了？哦，刀在外面，我的天！哎，这个刀还能去外面的，我直接把整个外面都插上刀去。哈，哈，看到没？那边有刀，地上全是刀，路过的人把他们脚底戳烂。OK， 知识八嘎。喂，哎呦，刚刚什么声啊？这是卡 bug 了。哦哦，只是卡到这个里面，居然有这种声音！哦，哇，我都忘了这个烤肠居然已经烂成这样子了，我的天，用不了了。包装袋解开，哦，啊，自动吸附啊！哦，那这个估计不能用吧？啊，我试试看能不能用啊？哎，给你。哦，他不吃生肉，可恶啊，真难伺候这个小黑子。哦哦，酱熟了，哦，香喷喷的。OK， 芝士八嘎先生，小黑子，给你。哦，你救了我的命呀、啊！比起其他人，我现在更喜欢你了。你是个大变态呀、啊，小黑子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开！我给你一些小费。哦，谢谢你，赶紧走吧，小费拿来。你怎么只付了一份钱呢、啊？哎，我给你两份了，给你两个大八嘎了，给居然给我一份的钱。有人来了吗？哇，这外面全是刀，哈哈，这是个瞎子吗 ？Hello， 需要什么呢？给我一杯咖啡，还有一个 bugger 加一个热狗，两个都需要番茄酱。快一点，他赶时间。OK， 啊、咖啡，咖啡怎么做？我看看啊，杯子里面加一个什么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在咖啡机里面倒入佐料。哦哦，在这里呀、啊，放到这儿吗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跟一坨屎一样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一杯咖啡好了。嗯，哎，我想放桌上的，怎么这咖啡这么脆弱的？那先给你咖啡啊。它这个汉堡到底是什么汉堡啊？你说清楚啊！需要生菜吗？算了，给你切一个吧。哦，生菜片。OK。哦，哇，酱料。哦，哦，这个酱料。哦，哎。嘴巴张开，给你吃酱料啊！可以画画呀，在这里。我的天哪！哇塞！哦哦哦，给他多倒点。OK， 来了。啊，他不要芝士，那你把话说清楚啊。番茄酱 ，OK， 满意了吧？他不要香菜。这人是在搞我的是吧？啊，这人是在搞我的，踩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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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劲踩，可以了吧？哦，这个做对了，我的天哪！哦，给了他两个汉堡了，亏死了，还个热狗，这个热狗他不会又要搞我吧？好，这会儿满意了吧？给你，哦，谢谢你啊，伙计，你是最棒的。你别忘了付两份汉堡嘎的这个钱了啊！你做的很棒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谁在你的背后？哎，我可是夜班之王啊！你这样吓不到我的啊！
啊，没人呢。哦，小心点，我估计这个高能是在背后。我再次转过去，哎，人呢？吃霸王餐，哇，那个人吃霸王餐，哇，哎，有这样的人呢？哇，我真的气死了，我能不能拿着刀追出去？伙计，你帮我个忙，帮我把那个人给追过来，我给你免费，我请你吃大餐，我喜欢下雨的味道。我感觉很无语，下雨是什么味道？我需要一份热狗，然后加生菜和番茄酱的，然后需要一个冰冻的苏打水。 OK， 我就喜欢这种顾客，把要求讲得明明白白，先给他一份苏打水吧。苏打水应该是这个吧，给你，给他多弄点啊。 OK， 可以了吧，给你，谢谢你伙计。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？啊，有什么事情是需要问我的吗？我是新来的呀。当然可以，听说这家店的上一任店员出事了之后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不感到害怕吗？他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请你告诉我。他是我的一个朋友。啊，前辈是你的朋友啊？大家都说他疯了，他说他开始看到了一些东西。我上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恐惧。真的假的？你药磕多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得走了。哦，谢谢。What the fuck？ 刚才是谁？惨了，我也开始看到一些东西了。那个人影看到那么多刀，他不害怕的吗？哎，又来客人了。我的老婆离开了我，我需要一些能解除痛苦的东西。给我五瓶啤酒吧，要冰的。啊，他妻子离开了他，借酒消愁啊。五瓶啤酒，真的假的？你喝那么多？怎么所有的角色一次只能拿一样东西？啊，我是个瘸子啊，不对，我是独臂侠。OK， 五个瓶啤酒了。谢谢你，下次再见啊。好的，先生，慢走。哦，好可怜的男人啊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时间到了。哦耶，下班。哎，没有回家的吗？直接开始上班第二天了。这里还是刀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你小子，我记得你昨天吃霸王餐的啊。啊，去死了你。你先把昨天的钱给吐出来。信不信我爬窗户出去打你？需要一个热狗，再加上一个冰啤酒。嘿，我见过你，除非你把钱吐出来，不然我是不会为你服务的。顾客就是上帝，你刚才是拒绝我了吗？对，怎么样？你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，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。这个台词我见了好多了。嘿，哎。你来嘛，你让我付出代价嘛，把刀烤一烤。又来人了，你先别急啊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全是刀。哇，太棒了，此刻我非常的有安全感。你知道鳄鱼不能把它的舌头伸出来吗？同时它们也不能咀嚼，所以它们会吃石头来帮助消化。你在说什么东西啊？我能要两个八嘎吗 ？OK， 你要两个八嘎早说呀！你说前面干嘛呀？然后需要加生菜、番茄酱，然后再加一个黄色的芥末。另一份八嘎需要芝士、生菜和番茄酱。他上一份要什么？我给忘了。一份是需要生菜，然后红色芥末。哦，不对。红色的番茄酱再加上黄色的芥末，一份做好了，对吧？哎，另一份呢是需要芝士加一个番茄酱。 OK， 做好了。 Easy。 哦啊，生菜忘放了，又亏了。
等一下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没看清，又是那个人影吗？我的妈！啊？什么情况？另一份汉堡，生菜、芝士，再加一个番茄酱，这会儿总对了吧？哦耶，谢谢。嗯，闻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哦。哦 ，OK。等一下，我得检查一下。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有那么多刀呢，我怕谁呀？哦，你是那个啊，小黑子，给我一份啤酒，然后需要黄色芥末加番茄汁的热狗。嘿，他这个热狗是自动吸附，你这热狗是自动吸附的，我的天，我还得去后厨拿。哎呦，哦，这里有纸条。我真的非常害怕他。我现在不能讨论这些东西了。这前辈留下的字条，感觉有点可怕呀。OK， 来给你。OK， 啤酒。OK， 可以了啊。你听说过昨天死于车祸的那个男人吗？我听说他的老婆爱上了别的男人。不会就是那个啤酒大哥吧？五瓶啤酒的那个？啊，不会吧，这么惨。警方在他的血液中检测出了酒精。哦天哪，真的是那个啤酒大哥。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刚刚那个字幕太快了，没有看清，可恶。好吧。哦，新来了，女士，你要什么呢？需要一个咖啡？我需要通宵学习。哦，是个学生妹，大晚上的喝咖啡并不能提神的啊。咖啡这种东西得提早喝才行。非常的浓稠，像大便一样。哦，太快了，谢谢你哦。我听说了一些关于这个地方的诡异故事，他们是真的吗？你也能看到他们吗？谁啊？看到谁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我得走了，给你钱。哦，谢谢。又来。 Oh no， 又来。我得拿上一把刀。哎，等一下，这怎么会突然出现纸条啊？不要相信他们。谁？谁？我可是会小鱼飞刀的人。不会又是个停电了吧？哎，果然。哎，没事啊。哦，出车祸了！刚刚那有人从这边出过来，出车祸了！我听到警察的声音了。哦呦。不会刚刚那个人是五瓶啤酒那个男人吧？穿着西装的，大晚上的，一看就是个社畜。想听一个关于披萨的笑话吗？不想听，走开。Never mind, it's too cheesy。 什么意思？给我一杯咖啡，然后呢，需要番茄汁的热狗。早说嘛，谁需要听你的笑话？地上捡起来的给你啊，不要介意，很干净的，给你。番茄汁热狗 ，OK， 给你，谢谢你，伙计，给你钱。OK， 这灯千万别熄灭了。哦，下班喽。第三天了，吼，全是刀。哦，我看你在这上班呢，你一定很喜欢这个工作吧？谁喜欢呢？没办法，这赚钱。我希望你的薪水待遇会很不错。谁知道呢？老板都没给我钱呢，都没发工资。我想要一份苏打水，然后 Baga with everything， 全家福汉堡嘛，全家福汉堡就是什么都要了。来，先苏打水给你。OK， 全家福汉堡就是什么东西都要，生菜也要是吧？放了牛肉之后，其他东西就可以吸附了。你看，我的天哪，好厉害！好，还有芝士，应该没了吧？全家福。酱料都给你加上。 OK， 这算全家福了吧，给你。哦，谢谢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多疑了，我经常看一些恐怖的视频，但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。这附近有不少奇怪的人，要小心点。哎，谁打电话呀？那女士走了，我正想邀请她进来跟我一起上班呢，这样的话我可以保护你。老板吗？ Hello，
I see you. 谁呀、啊？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？Sleep with your eyes open. 睁着眼睛睡觉。等一下，这个黄色字幕是不是那个戴着墨镜的人呢？哼，在这儿给我搞恶作剧啊 ！Hello， 你好，伙计。我需要两杯咖啡。哦，芥末和番茄酱的热狗。OK， 两杯咖啡啊。你喝什么东西需要两杯咖啡？你晚上要做贼去吗？一杯咖啡给你。这边全是食材。给你第二杯咖啡，然后需要热狗啊。OK， 完成。给你。你知道如果蝴蝶有的选择的话，它会去选择吸血吗？那人如果有选择的话，你会去吃屎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我干嘛呀？我一直觉得他们很可怕，蝴蝶恐惧症吗你啊？给你钱，好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现在可以下班了吧？我觉得，已经12，又来，到底是谁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开灯。哦，来客人了。哎呦，没有哎。哇，又是黑影，到底是谁呀？啊，谁呀？到底啊？好了，给你，谢谢你哦。警察找到了他的尸体，就是之前在这里上班的人，啊，前辈呀。哦哦，对对对，你是他的朋友，我想起来了。哇，报道说他被捅了50多次，他的尸体就被藏在了公园附近的灌木丛里，他的尸体就被扔在那儿任其腐烂。他不应该这样被对待，任何人都不能。我感到非常的遗憾。这是给你的钱，注意安全。哦，我能不能直接下班了啊？赶紧走吧，下班了。这不是已经12点了吗？那可以下班了呀。明显12点了呀，这钟不会是坏的吧？嘿，女士，我记得你，你是那个晚上通宵学习的。Oh my god！ 你看到他们了对吧？我能看到你脸上的惊恐啊！你应该赶紧辞去这个工作的，这并不值得。你说的对，命重要。给我一瓶啤酒，或许给你自己也来一瓶吧。哦，怎么突然喝酒了呀？你不是喝咖啡学习的吗？怎么突然喝酒了？肯定是考试没考好啊。谢谢你，记住这件事并不只和你有关，有时候我也能看到他们。真的假的？保重。 OK 啊、他刚刚不是说要给我一份啤酒吗？我自己能喝吗？哦，我能喝吗？砸了直接。哼，我想喝就喝，我需要你请客吗？还有人吗？没人，我下班了啊。哦，又是你。我现在有另一个笑话要讲给你听。你这个人是不是在笑话公司上班了呀？每天有那么多奇怪的笑话。为什么热狗会娶他的老婆？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给份啤酒就好了。 OK， 还有一个知识八嘎。怎么烟囱会掉下一个一团黑影啊？我的天，哎，你刚看到吗？啊，你不会什么都没看到吧？可恶，难道只有我能看见吗？好了，知识八嘎。哦，赶紧走吧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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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慌，我等着这个铃声响我就下班。嘿，不是，到底是谁呀？我真的很奇怪，到底是谁？又停电了。哦哦，等一下，这什么礼物？怎么有人给我送礼物啊？啊，炸弹！就这么完了，结束了？这什么破夜班的，上的一点都不得劲啊！怎么突然有人给我送了个炸弹，就结束了，被炸死了？
不过也是有点奇怪了，那个黑影是个又怎么回事啊？反正这个夜班上来有点莫名其妙的啊。哎，这个夜班不行啊，夜班大王要找下一个夜班了，这个夜班不得劲啊。